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天堂 HHD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拉比利比，然后这一集是第三集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了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好不容易打完了序章，然后来到了第一章的前半段。对，然后第一章前半段，他一开始是要叫我们先去破一些支线任务，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支线任务，应该反正就是类似解任务那种东西啦。然后呢，它的任务选单基本上会出现在你按下 ESC 键之后，它这边会有一个 diary， 它这边就会写说你现在要做的东西。然后其中一个是什么，在拉比拉比公园寻找能帮忙的人，然后还有到蔚蓝之雪地寻找能帮忙的人。说实话，他只讲这样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往哪里走啊。我们反正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是从地图的右边过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往左边走好了，不然我现在也不知道干嘛。Anyway， 啊，那个阿依娜，这个门上写着“欢迎光临”呢，商店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我看一下，新增要做的事情：进入位于拉比拉米镇的商店与是要进去这里面吗 ？OK， 我来看哦，这商店好小间啊，没有。然后这个要与他对话吗？哎，你就是艾丽娜吗？跟我想象的一样可爱呢，又是一个真法呀，好棒哦！你好啊，米莉亚姆姐姐，跟我像印象中的长得一样呢。啊，果然见到面就想起来了，实在是太好了！你平安无事的回来，我们很担心你呢。虽然样子变了点，但是这不是什么问题哦。那嗨，艾丽娜，这不是。我到底念什么东西啊？那艾莉娜说话这机会可是很难得的呢。另外这位是利波吗？路米也有提到你哦，很可爱的小妖精呢。嗨，你好，请多多指教。听说你们要去镇外找会魔法的人，可惜我不会魔法，不然我也很想帮忙的。不过呢，我有卖很多很好用的东西，可以免费给你们。但是这些东西的话，旅程一定会变得很轻松哦。把你们的道具全都交出来！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不可以啦，免费给我们的话，会让米莉亚姆姐姐很困扰的吧？那最近的生意还不错，不会有什么困扰的。你们真的可以随便拿，不用客气。那我可以全部拿走吗？可是免费拿有一点，我想试试看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的说。这样啊，如果阿丽娜如此坚持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呢。总之，先看看有什么想要的吧，算你们便宜一点，总可以了吧？哦，天哪，这什么？是现在是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，等一下，它右边那个7080是我们现在的金额吗？是我们现在有生命增加，然后魔力增加、回复增加、攻击增加，我们可以买一个攻击增加吗 ？Yes。然后我们再买一个，我想想，我们只剩下魔力增加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他算我便宜一点，可是我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方啊，我觉得好贵啊。Anyway， 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要走了吗？也是，你们还蛮急的。那么，米莉亚姆姐姐，再见。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我想找姐姐聊一聊。耶、yeah ，好啊，我会好好期待的。啊，等一下，这是给你们的，不可以拒绝哦。拒绝的话，姐姐我可是会生气的哦。什么东西啊？速度提升，哦，是我们的跑速提升还是我们的攻击速度提升啊？应该是跑速提升吧。哎，哪里扣嘞？好漂亮！把这个带在身上的话，可以让你们跑快一点，算是魔法道具的一种吧。祝你们旅途顺利哦！谢谢米莉亚姆姐姐，我会好好带走的。那我们出发喽。干巴得。OK。好，那接下来，sorry， 天哪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里走？我们现在要继续往左走吗？好像一直能往左走了。我们来到了一个我们来到了连接桥上面。经过连接桥，通常就是连接另外一个新的场景。Oh my god， 这个场景，第一次看到的场景，这是怪吗？哎，这是怪，没错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Anyway， 我们先继续往前走。话说回来，真的是往这边走吗？
我有点犹豫，我们真的是要往这边走吗？还是等一下他这边会写吗？他真的有写，他地图上会标示说你要走到哪里才可以解任务这样子。哦，那也蛮贴心的嘛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左走吧。然后这边有个存档点，我们先存档，耶、yeah. ，OK，keep、okay, going。哦，提小一点。我刚刚还想说，怎么一瞬间宕机了一下？喂，伊丽丝，等一下，怎么又突然跑掉了？真是的，又跑到图书馆去了，对吧？明明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像看到怪物似的逃走了？蒂波，你看，发现狐狸小姐了，她是狐狸吗？嗯，你们不就是刚刚在露咪后面的人和妖精吗？他看不出来我们是兔子吗？怪了，练兔皮集团不是有不可以在拉比拉比镇内活动的规则吗？原来你们有定下这种规则、哦、不过也是啦，也蛮正常的啦。想想异端神卫会如此的狂热，禁止他们进来也是正常的吧？这是误会，阿丽娜才不是那个集团的人呢、啊，是吗？可是头上的兔子耳朵，嗯，等一下哦，伊丽丝一看到你们就马上跑掉了。仔细想想，刚才在镇里发生的事也是你们造成的吗？就等，那个阿丽娜刚刚有看到他吗？我只有注意到你和主人都说，没注意到。不过原来之前照顾我的姐姐叫做伊丽丝吗？不要在别人说话时自顾自答。我到底念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到底什么人啊？你们对伊丽丝做了什么让她这么害怕？难怪她今天的表情怪怪的，别以为伊丽丝看起来很害羞就可以欺负她哦。不是这样的啦，其实我之前也有遇到过伊丽丝小姐，不过她那个时候也是突然走掉了。那个伊丽丝，等一下，这他妈得，她讲的伊丽丝就是那个之前给我们在第一集给我们洗诊的那个吗？也就是三次啊，这也算是解释吗？看来有必要教训你们一下哈，就是一股要打 BOSS 战的感觉。我们离开拉比拉比镇才没几分钟而已，已经发生什么奇怪事吗？Anyway， 他有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 ？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刚才那个要怎么躲？不是我要吐槽，可是刚刚那个要怎么躲啊？等一下，我发现攻击的时候顺便，他都是在我要攻击的时候，然后他也跟着攻击，然后导致我攻击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滞留状态吗？我该怎么讲吗？然后我发现我快挂了。而且我发现他攻击的频率跟我的频率一模一样，哎，这样有点不太好啊。拿你口嘞，然后呢？他还有别招吗？一定还有吧。Oh my god！ 说实话，他可以不要在我攻击的时候一起攻击吗？这样的话我根本躲不掉哎。呀，锤子攻击！他还有什么花招啊？哇，这眼睛会花掉啊！天哪！话说回来，为什么你可以飞啊？这是重点吗？等一下，这是重点吗？等一下，他那个线会往，他的线会往下移。等一下，这有点 over， 就懂吗？对。好吧，我觉得这招是他所有招式里面最好躲的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、嗯。他什么时候才要下来？他还有什么招吗？我竟然躲过了 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发现 要打死他可能会有点困难呢。说实话，这个躲这个东西有没有小 paper 之类的？不然我这样子眼睛真的很痛啊，尤其是要跟着这个东西。而且我发现他的血大概还剩下一半以下一点点，然后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激光炮扫射一下子躲不掉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们真的打死他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该不会是每次打 BOSS 我都要先死一次才甘愿吗？不，我可不能这样子怠惰下去，我必须一次打死他，不然的话会有违我天堂 HHD 的名号。这是哪门子名号啊 ？Anyway， 你什么时候跳下来呢？
呀！我……哦哦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这样也有被打到，真假的？等一下，是太过分了吧？What the？ 好，要吱吱了，我就要吱吱了！天哪，不是吧？现在才开大绝？我的天哪！或许我应该控制好攻击他的频率才对，好吧？反正没关系嘛，每打一次 BOSS 之前死一次其实是正常的。欸，话说回来，我们刚才我们还要再哦，好，这剧情直接跳过。我的老天鹅啊，你要攻击就快攻击吧。什么99掌什么的鬼东西，好像那个东西吧。我觉得当刚飘在空中的时候，有一股那样的感觉。哦，等一下，让我先跳。哎，他攻击的次数好长。安安，你要攻击几次啊？然后我们一样拿到 E rank finished。我是没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点这他妈的，我的操作技术是不是那么差？好啦，我承认我还蛮烂的。OK，Anyway，哦，果然离开森林才是正确的抉择呢。没有凡人的上等妖精，魔法随便用也没人管。原来妖精还有分等级啊！上级妖精，原来妖精也有等级之分啊！你怎么讲出跟我一模一样的话？不是啦，那个只是那个森林的奇怪制度，利波不喜欢那种制度，所以利波的家在森林里，所以也只能忍耐。那个你们好像很喜欢无视别人呢。啊，对不起。看来是我的魔法修炼不足，你刚才打死我一次，对石碑无效，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。总之，希望你们别再继续骚扰伊丽丝了，我们没有骚扰她好吗 ？Anyway， 我们还要继续往左走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又被误会了？还有我刚出发没多久，马上就找到人帮忙了呢，果然没那么顺利。但是除了头上的兔子耳朵，还有其他能被误会的地方吗？这次连一波也被误会了。一个囧，哎，等下这是什么？那你头上突然出现黄橙色的兔子 buff， 哦，哪里扣嘞？发生什么事？天上有好多兔子啊！兔子图案是在下面兔皮看的好事吗？你说异端审问会吗？或许是这个岛的自然现象啊，很漂亮的说，立波也不是很清楚，从来没看过这种现象，这种现象最好会在一般的时候发生哦。但是仔细看，这些兔子还蛮可爱的嘛，对吧？兔子本来就是一般神威会除外。你在说什么啊，艾琳娜？怎么突然说什么可不可爱的？什么？不是立波先说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对兔子完全没有好感，真假的？哎，没好感吗？兔子？好了，艾琳娜不算了，这样满意的吗？嗯，当然啦。可是立波也试着喜欢兔子嘛。你觉得我没有好感，不如说根本没有遇过过。不过天上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嘞，停下来的。还是把它忘了吧。我们还在镇外没多远的地方，不要被这种东西影响。对啊，我们只是在镇外而已。可是已经耗了不少体力呢。我发现我一直讲错字，我的天啊，这比上一集还要夸张。这集的口误比上一集还要严重啊！麻烦请各位观众原谅我，谢谢。天哪，原来这是怪物啊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防御成长在 badge 在 badge 在对吧、啊？在 badge 选单中装备。OK， 我看一下哦。就是说我应该啊，哦。这样就可以装备上去了，太棒了。OK，Anyway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是，安安，你哪位？你哪位？
看一下，骷髅，他的名叫骷髅。嗨嗨嘿，你好啊，恭喜你来到这里。那个，你觉得游戏的难度怎么样？如果觉得太难的话，我可以把难度降低哦。别问我是谁了，我问你有没有需要下降难度了？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下降难度，好不好？这边在侮辱我哎，懂？难道想上升难易度吗？我没有想要上升难易度的意思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我们继续往……哦，在这边的话，它这边有两条线哎。等一下，它不知不觉就让我们走到另外一条了。阿琳娜，我感觉到前方有魔力存在，可能是有什么人在那里，是吗？那我们再往前一点看看吧。这个地方是洞穴，为什么觉得这洞穴有点眼熟啊？看到了，可是发出魔力的东西不是人，是个像鞋子的东西啊。有魔力的鞋子和普通的鞋子有什么差别？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可以跑快一点，可以用什么强烈的足迹，或是跳高一点。还可以不会说让我们跳高一点吧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最高只能够跳三格，对不对？说不定穿上鞋子之后，它就可以让我们跳到四格之类的。要跳四格的话，之后我们在很多地图都可以，有一些隐藏不能去的地方，都现在都可以去了。在空中步行之类的，在空中步行会不会太帅了？一波烂说的啦，我才不知道这东西能做什么。既然不是人的话，我们回头吧。跳高一点吗？如果真的是跳高一点的话，能解决之前的问题，不是吗？的确是这样的。但是我只是乱说，特地去哪的话会不会太浪费时间呢？而且从这里走不进去，看来要从对面的方向进去哦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我们也是要找人的说，说不定可以顺便找到通往那里的路呢。そうですか。OK， 那我们先往另外一边吧。我看一下，今天要做的是你在拉米拉米公园寻找通往鞋子的路。话说回来，我们在地图。我们现在往左走还可以有另外一条任务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不要先把那边的任务先看一下？是这边吗？对，应该是这边没错。来到一个新的场景了。我们来到雪山了，这是雪山吗？还是雪地啊？随便了 ，whatever。好冷哦！我们才离开森林没多久，变这样了，真是太神奇了吧！我一直生活在森林里，这种地方还是第一次来啊。阿琳娜，你不会觉得冷吗？还可以，已经习惯了的说，只能怪力波穿太少了。你们都穿很少，好不好？你这个样子竟然有资格说力波吗？那是因为我变成人类的时候就穿成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啊。因为这是象征兔子的衣服吧，兔儿娘的衣服吧。等下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存个档之类的吗？OK， 我们可以在这边存个档，然后这什么？到蔚蓝之雪地寻找能帮忙的人。我在想说，我们要不要先回去找我们那个我们刚看到的鞋子，还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任务破完？我们先把这任务破完好了。我们先往前进吧。我的天哪，刚那是异端审问会吗？不对，这不是异端审问会啊。还是那时啊。哦耶！神秘值增加，太棒了，斯巴达西！天哪，我这样怎么分辨说哪些东西可以炸，哪些东西不能炸？水下世界。等一下，往这方向会走越远的，你确定往这边吗？等一下，所以我们不能往这边吗？等一下。这怎么的？还是先回水上吧，现在什么都没有准备，在水中移动真的很慢。这他妈的，我现在没办法攻击他吗？等一下，他打好痛，让我上去啊！让我上去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 NC 没有死 ？OK， 我们先把刚才那瓶药水先捡起来吧。天哪，刚才真是太丢脸了，刚那段一定要剪掉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现在不能够碰到水，不是不能碰到水，就是我们不能够到水下。也对啊，兔子是要到兔子到水下好像也怪怪的，就是兔子又不会游泳。OK，Anyway，我们继续往前。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东西都可以？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随便乱到水下咯，这样感觉有点可惜，因为感觉水下可能会有很多宝藏之类的。Anyway， 天哪，它分散成这些小雪球真的是很很
让我手足无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Anyway， 我们只能够先往……我的天哪！你怎么往下跳了？哦天啊，那这设计会不会有点太不良了 ？Anyway， 我们先往这边走，然后……他这边有，他这边有个加 MP 魔。他那个钥匙应该是加 MP 的吧？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好了。这边能跳过去吗？这边能跳过去吗？可以。OK， 我们拿到了魔力增加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到底要……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。那我们再继续往左走吧。天哪，他这司机真的好。他没有地方可以让我闪避，所以我这样实在是很难。让我上去！等一下，我们又回到这鬼地方了。你认真的吗？所以我们还要再破一次刚刚那鬼地方喽。我的天哪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非常小心就是了。而且，与其说我们不能够下到水里，我觉得直接说我们根本不用碰到水就好了吧？我觉得碰到水几乎是。只要你整身泡在水里，你几乎就是死路一条。我发现，算了，我们就只能够继续往前走了。然后基本上怪物我也不太想打了，因为实在是非常的浪费时间。我发现我跳不上去，我突然觉得我好糟糕哦。然后这东西会分散成小雪球，让我非常的不舒服。然后基本上这边这只我可以直接略过它，因为那只根本打不到。我所谓打不到，是因为那个角度实在太难打了，因为一上去就会被灰啊，一上去就被攻击被灰到，所以实在让我觉得非常的烦躁。然后呢，我们赶快把这边的 MP 七次吧，然后我们去往前走喽。基本上怪物我都想直接略过，我都不太想打，就是。不让我上去。然后这里躲不掉啊！然后这边是要往上，这边往上跳什么东西吗？我们这边现在上不去，好吧，我们只能够往这边。然后我们先在这边存档嘛，以免等一下死掉，然后要是从那边开始。天哪，我们这边死了不好几次。然后有一个兔子，这边有一个兔子报复。兔子和妖精，难道是你们吗？你认识我们吗？没错，路面已经通知我了，他说有一只兔子跟一个妖精会来找我，这样的组合还真是稀有啊。确实啊，我这边说在这个世界观里面，兔子是不是很稀有的一个存在？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啊，离我远一点。还有那边的妖精，不要往天上看了。什么意思？有什么危险吗？别问那么多啦，再不走的话就太迟了。怎么的吗？哇，这气氛怎么回事？难道这次连误会也不需要就要开打了吗？还真的要你认？你认真的吗？我就连你的攻击招式什么都还不知道。周斗，这是哪招啊？然后发现他血是不是很厚啊？我觉得我们只用远程攻击是不是还比较快？他竟然是，等一下他是一次下降，等一下他是一次追踪，一次下降，一次，我刚忘记他那招下降攻击是怎么躲的。天哪！还有什么招式啊？求他妈的！What the？什么东西啊！真的吗？我们真的打得过这个人吗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还是躲不掉吧？叫他妈的，刚刚躲不掉吧？刚那个是全屏攻击，整个荧幕都是他的攻击。
他到底还有什么攻击啊？你刚那个是扇子攻击吗 ？Anyway，、哦、好吧，我觉得他这招其实有点不太准。然后我看一下他有什么花招，What the hell is the？ 他这密度会不会有点密啊？好哦，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用跳的。我已经放弃闪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直接站在这边不要动好了。Anyway， 他到底还有什么攻击招式呢？第一招是这个，第二招是下降，第三招是……妈呀，是被他打到了！OK， 这招其实意外好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都，哪里？哦，好，他应该还会再跳一次，对吧？对，还会再跳一次。OK， 他有什么花招啊？我想想，雪地，然后，我的天哪！天啊！为什么每次打 BOSS 战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啊？加油，他就快挂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他就快挂了，加油，干巴得！接下来是什么东西 ？OK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原本想说 over 了，然后就还发现还没有，加油，他就快 over 了，啊不，他血就快没了，加油！我天啊，被打到，等一下真假的，很好，至少这次我们没有死掉就赢他了。OK， 好恼，别再打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怎么会？竟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？说什么啊？已经发生很多事了。你刚才一直追着我们打，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，是吗？算了，感觉头有点晕晕的。你该不会是只要有人看到那个光，就是头上的兔子 buff 就会起攻击反应之类的吧？感觉有点头有点晕晕的。我也大概猜得出来发生什么事。那个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而且你已经知道十倍的事了吗？哦，是啊，我都忘记自我介绍，是丽塔。算是你主人的朋友吧。话说，艾莉娜，你居然变成这个样子，真是不可思议呢。还有啊，你的主人有点呆呆的，都已经跟我说需要帮忙了，那我直接过去不就好了？根本需要你们过来找我吧？啊？对啊，你的主人不是会传心术吗？那我们到底来？哎，算了，习惯就好。他总是这样子，我也懒得去吐槽了。好哦。至于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是因为天上出现兔子的现象有关吗？咦，那不是那些天兔皮做出来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让整个天空都能变色的效果，应该没人可以轻易做到的，是不是？看到那个现象以后，就会变得非常想要兔子，对你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啊！真的假的？俗话说，爱他就要打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想要兔子你就必须打兔子，这是这个概念吗？非常想要兔子，所以我们来的太不巧了吗？其实这个现象是你和米鲁失踪后才出现的，这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不过现在不是研究兔子现象的时候，我要去拉比拉比镇找你主人的。其他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你们也差不多要回去喽。嗯，说的也是，那我们待在这里见喽。丽塔小姐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其实就不用了，我也不想看到露米一直闷闷不乐。好的，那么再拉比拉比正见啦。所以我们这任务到这边算是告一个段落，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去找我们刚才的鞋子。天哪，我们一定要先存档，这一定要先存档。我可不想再打一次那个雪妖精一次。天哪，不是雪妖精。然后我们去往前走吧。话说这个雪山，其实它这个场景的音乐还不错听啦，我个人这样觉得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直往。
等一下，我刚为什么直接被攻击 ？Anyway， 我们应该是要往这边走才对，对吧？原来是在上面有路。哎，话说回来，这个是可以炸的东西吗？等一下，这边什么都……等一下，他给我个方块给我炸，然后什么意义都没有啊！有一种被耍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这边，我的天哪，他这边有两个框框哎！有没有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？那个右下角的小地图上面有两个任务的框框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在。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在那个地方才对。等下为什么打不到他 ？OK。Anyway， 我们先往这边还有路可以走吗？这边有路可以走，对。然后这边有一堆异端神问会的人，哇，好多异端神问会哦！不是我在吐槽，真的有好多异端神问会的人啊。然后接下来是要往这边，我们这边没有路可以走吧？对啊，我们这边也不能够炸开，还是说这个方块其实可以炸开啊？这边炸开没有什么意义，就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往这边走吗？哇靠！这游戏的设计有点阴险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往这边走就是，应该吧？感觉好像除了往这个方向以外，也没有其他方向其实。我可以直接绕过这群怪物吗？我想直接绕过。很好，我们来到了洞穴里面，然后我们来到了鞋子的另外一端。看来这边没有路呢。不对，虽然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路，但仔细看一下，竟然有密道啊！哪里啊？真的耶，而且好像里面有人正在跑过来，有吗？这洞竟然是异端神文会挖的，天哪！异端神文会的智商会不会有点高啊？这边可以炸开吗？不行。哦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异端神文会的基地吗？这他妈的！这他妈的！你们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莫名其妙闯入了异端神文会的大本营是吧？这他妈的不要打我，我跟你们是一员的，没有开玩笑的。我是你们最心爱的兔子啊，你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打我呢？不对，依照之前的经历，爱他就得打他，所以异端神文会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很正常的。安安，你哪位？哇，这两边，这两边，我想说挑另外一边应该就没事了。所以你还有什么攻击手段呢？好，没了。赶快把他打昏之后就赶快走一走吧。那你可原来那个时候在那下面呢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会不会就死在这边啊？这根本连 BOSS 都撑不上其实。好吧，对不起，这太难度了。他还有什么招式啊？这他妈的，这他妈的，这他妈的！OK。集中垂直攻击，我该不会就死在这边了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OK， 他快挂了。OK， 赢了，太棒了，斯巴达西！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打不到他们？等下打不到他们吗？好吧，算了。天哪，这里真的是异端神会的大本营呢！我觉得我们直接冲下去比较快一点。这里真的是异端神会的大本营吗？我真心觉得，What the hell is this？ 哦天哪！等一下，我发现这次好像稍微好打一点吼。不对，那是因为我们反应力应该比较快的原因吧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为什么玩游戏的技术还是总是这样子？天哪！他还有什么招式吗？好险 ！OK， 他的血量就快见底了，我们赶快把他解决之后，就赶快去下一个地方吧。
OK，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天哪，异端审问会！天，这边好多。我们直接绕过好了。我实在不想打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打他们真的是太浪费时间。等一下，真他妈的！等一下，刚刚那边有个。刚刚那边有一个瓶子，刚刚那边有个道具，我想拿。好吧，算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可是这血看起来好像有点厚，哎，不对，好像没有。他有什么攻击招式吗？好吧，这个家伙比较没有创意，他的招式就只有这一招而已吧。What the hell？ 哎，这样就没了。好，可是我发现他的招式虽然很一般般，可是他的攻击力好，他的攻击力好痛哦。哎，对，他的攻击真的蛮好闪躲的，可是相对于他打起来真的很痛。反正只要是能闪开的攻击，对我来说就没差了，基本上。我的天哪！OK， 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，应该就快要到鞋子的地方了，应该了。我们终于到鞋子的地方了，天哪，拉比拖鞋可以跳得更高了。天哪，这鞋子真的是专门给我们设计的，天哪，真太棒了，可以跳得更高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跳四个楼，好可爱，而且是兔子样式的鞋子呢。我在想说，这鞋子该不会是异端审问会做的吧？而且真的跳得比较高呢，有了这个就可以跳到之前的那个地方了。为什么会是兔子样式的？难道是那些练兔皮的产物吗？你怎么想的跟我一样？话说关于真，我就想，我们是不是无意间穿过那个集团的基地？现在真的是基地哦，人数有点恐怖啊！没必要的话，不要再过来这边。可是我想再过去捡那个瓶子，哎，等我们以后攻击，等我们以后够 OP 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来捡那个瓶子好了。等我们能够一击秒杀敌人的时候，那么快点回到红色洞穴吧。不能再让你朋友捅下去。红色洞穴是我们在。第一章，就是利布，就是一开始遇到利布那个场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去找个传送石吧，用传送石很快就可以回到那边了。哦，好哦，我记得没错。哎，等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？我们现在真的跳很高了耶！利用传送石回到红色洞穴最东边，救出利布朋友。OK， 等一下，如果是传送门的话，那传送门应该在这边才对喽。哦，对，在这边呢。我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？脑袋真是越来越不灵光了。Anyway，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红色洞穴 ，Let's go！ 好，我们又回到红色洞穴喽。然后呢？哎，我们天哪，久违的场景。对，然后来到这个场景，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要注意你的脚下有没有猫咪或是老鼠之类的。OK， 好，那今天这节拉比利比就先到这边结束咯。然后呢，如果各位观众想要看到再继续看到更多的拉比利比的话，那不妨在影片右下角点个喜欢，让我知道你想看到更多的拉比利比。好，那么这集就先这样到这边结束咯。然后我是天堂 EGHD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